大家好，我是陶蒙轩。今天是休息日啊，但是我在加班。为什么呢？不是我工作积极，是因为今天可以下赛道，而且是开着奥迪的 RS 三辆车。他们三个其实就是刚刚在北京车展上亮过相的新款的奥迪 RS Avant， 还有 RS 5的 Coupe 以及 Sportback， 也就是两门和四门版本。那么这台 RS 的 Avant 其实它主要是对外观和内饰的设计方面进行了一些改款。那车头我们也看见了，它的这个整个车头的气势更凶更低趴了。为什么呢？是因为它采用这么一个面积更大的无边框的六边形进气格栅，以及上方这一排三个进气状的一个装饰。这三个是封死的，不能进气啊。它的设计是为了致敬80年代的奥迪 Quattro 拉力赛车。然后在前包围两侧的这个黑色的进气口以及装饰，它的面积也更大、更低和更宽了。这三样的设计直接带来的效果就是它的车头看起来更宽、更低趴。那么大灯部分也采用了这么一个标配的矩阵式LED 大灯，并且在侧面还有这么一个进气口的装饰。其实在车头这一块，我们明显看到新款的 RS 比老款要凶了不少。这个太阳太晃了，我得戴个墨镜，不好意思，不然一晃眼你们就更看不见我这小眼睛了。然后车身侧面是这个旅行车最美的角度之一。对于高型的旅行车，我们可以把侧面的造型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它还有着那种常规旅行车特有的优雅线条。那么从这道坚硬的腰线再往下，就是一副这个性能车的姿态了啊。首先它这个轮拱上面的线条也是很坚硬的，然后车身高度也比S 四要低了7毫米。那么轮圈呢，它的标配是一个19英寸的轮圈，但是它可以选装，就像这辆车一样选装了 RS 五同款的20英寸轮圈。轮胎呢宽度是275，扁平比是30。刹车呢，这辆车的标配是前对向六活塞卡钳配直径为375毫米的通风盘，后边的刹车盘直径是310毫米。然后它可以选装这么一个400毫米直径的碳陶刹车系统，那个特别厉害。一会儿那个 RS 五会装备这个刹车，我们会试一下。车尾这块就是这台车最漂亮的位置，我们可以看到后轮拱这个造型啊，外扩的这个趋势还是挺明显的，所以就让整个车尾有这么一个很敦服的这么一个姿势。然后尾灯也全部是 LED 光源，在我们看到这个黑色的奥迪的这个标识，还有这个黑色的装饰条，是因为它配备了这么一个暗色的一个外观的一个套件。那么排气管是看上去啊是一个两边各单出的造型，但是内部实际上每个里面都有两个小排气管，其中一个带阀门，运动模式之下阀门会打开。打开后备箱，这里边啊就是让那些激情尚未冷却的奶爸们说服另一半的位置，就是这里边。进深面积和空间我觉得都没问题，反正至少是放个儿童安全座椅，或者是放个儿童车童车，肯定是放得下的。下面我们去车内看看。车内呢，为了烘托这个运动感嘛，然后它使用大量的碳纤维的装饰条，是亮面的，我觉得质感一般。然后座椅看着就特别带感啊，它的这么一个一体化设计感觉特别战斗，它是支持什么多项电调，然后加热甚至按摩功能都有。然后方向盘一个翻毛皮平底设计，很巧巧，握起来特别舒服。当然如果你经常不戴手套开的话，可能需要经常打理一下。然后12.3英寸的仪表盘，对了，在这一块啊，方向盘上面有这么一个 RS Mode 的一个按钮，它是可以切换成两种自定义的 RS 驾驶模式。然后当你切换到这个模式之后，12.3英寸的仪表盘里边也会切换到这么一个特殊的界面。在这个界面里面，你可以看到 G 值，然后功率、扭矩、增压值、转速、机油温度等等等，跟驾驶相关的信息都会投射在这儿，包括前面的 HUD 也是。然后中控屏内置的 MMI 已经升级到了最新的版本。实际上，车内
可说的基本就是这些，毕竟是性能车嘛。动力部分，它和保时捷联合开发的那台 2.9T 的 V6 发动机，输出功率和扭矩，和老款相比是没有变化的，还是450马力以及600牛米。然后官方宣称它的0到100加速时间是4.1秒，但是我们刚才经过我们的实测，从机器上看啊，还不是最准确的，从机器看大概是3.8赫或者是3.9秒，很厉害，已经超过了官方的成绩。然后四驱系统也采用这么一个纯机械的 Quattro 中央差速器，并且可以选装后桥的运动差速器。然后这个中央差速器在末日模式下是前40后60的这么一个动力分配比例，在这个特殊情况下可以最大把70%动力给前轮，或者最大把85%的动力给后轮。然后如果选装后桥运动差速器的话，在后轮的两个轮间扭矩也是可以主动分配。那说到奥迪的 S 或者是 RS， 那经常玩车的朋友第一个想到就是绷直线，对吧？为什么说绷直线呢？第一，马力大，效率高；第二，四驱强啊，对吗？0到100加速就是快。然后今天的试驾地点实际上是京港赛车场，那么用这辆车下赛道我还是第一次，所以我对它的期望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它的实际性能表现怎么样，第二就是它是不是有足够的乐趣。那么说到第一点，这台车450马力，600牛米，在这个0到100的加速全程范围之内，都能给你特别强烈的眩晕感。晕，恶心。那么在赛道上啊，这个车的动力感往往会被削弱，因为赛道又宽又长嘛。但是这台车在京港这条赛道上，没有这种动力被削弱的感觉。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扭矩表现实在是太强劲了啊，尤其是 T4 和 T7 这两个掉头弯，尤其是 T7， 它在出弯的时候还有这么一个上坡，而这台车在你出弯的时候就没有任何动力不足的感觉，就是始终都是很暴力很暴力，砰，一直给你加速到刹车点，甚至在刹车点之前再升一个档的时候，你心里还会慌一下，反正我会慌一下啊。那么变速箱呢，是来自采埃孚的8速首次一体变速箱，这台变速箱换挡速度没得说，当然在赛道上更重要的是它的逻辑怎么样。那么其实在手动模式下，它的降档反应比较及时，基本上不会拖后腿，只要你按照一个正确的节奏去驾驶，您别到时候叭一道弯前刹车梆梆梆梆梆颠着减速，那什么箱子也跟不上，对吗？然后自动模式下，它的逻辑也是十分激进的，就比如说我在入弯的时候车速稍微慢了那么一点，它马上梆一下降到二档，转速恨不得打到头，所以在这个台变速箱逻辑上是绝对对得起 RS 这个标识的。那么在入弯的时候，这台车的车尾比我想象的要活跃，当你重刹入弯的一瞬间，车尾的动作会有这么一个外抛的趋势，这一点在对于四驱车来说，这种入弯的调性是对的，因为你在入弯的时候你可以更大胆地把它抛进去，紧接着借用这个四驱的优势全力给它加速出弯。当然由于车身的自重还有这台这个 V6 发动机摆放的位置是相对靠前的，那么车头偏重这个物理定律是改变不了的，所以呢我们在入弯阶段需要迁就一点车头，也就是说你需要哄着它去入弯，所以入弯这一块不是它的强项。那么在关闭 ESC 的情况下，一旦过了弯心，你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大踩油门，并且这个时候车头没有出现我预想中的那种像这个弯道的外侧咔推出去的感觉，没有，因为你能感觉到后轮是有动力的，当然是因为这辆车选装了这么一套后桥主动差速器，它是可以在左右轮间分配扭矩的，所以再加上这个中央差速器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之下，这辆车是可以四轮滑着出弯的。那么总的来说，这辆车在正常行驶或者说是你不把它逼到极限的时候，它的参与感不是那么的强，比起它的竞争对手来说，它其实更擅长的是用那种强大高效的动力和抓地力给你满足感，或者说是战胜其他人的快感。 RS Want 的试驾体验到现在就告一段落了，有点意犹未尽，对吗？别着急，下一期两台 RS5 的赛道试驾即将为您奉上。